车车，谢谢。
对啊，要什么？你认为要什么样？就是、来飞啊！没有啊，我们只是说我们看到的而已啊，并没有别的意思啊。那、我们当然没有你厉害啊。当然就不是这样，我只是说以你的水准。哇，这是平平就消失了。对啊，因为今天啊，他平平又消失了，这下找不回来了吧？